感觉还好啊。
的，还可以。修 girl 吗？哦，这个脚直接出来了，大家拿出我的视野，让他吓一跳。对，我今天当修 girl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准备。换头头部好大。哎，勾到心，勾到心，勾中。没看到。哎，没看到。那么嚣张的小伙，人家孙悟空。多久前？七点了。哇哇！真是非常不起的。海主想换别的东西呀、啊？对啊，他想换别的一批。一般你这种用过很多人的。我讲，要不要钱？我说你要改了，你哪里突然变这么强？哇！大胆小，太准了！啊！我要换边啊！红花糖果猴！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我哎哎，好嘞，在棉花糖熊熊。有扣上，有扣上，有扣上！老板说自己摆枪位，自己摆枪位，这个。
是鸡百香味，锁住的感觉，是鸡百香味。哎呀，太瞧不起我了。有啦，快点一遍。有了，终于翻过来，最后一只了，最后一只了，这是我摆的香味，对，我一出怎么行？每次都有香味可以抓，对啊。夹心黑色的算青苔，哦、oh, ，OK。有了啦！哎呀，终于，终于了，太感动了！哇，这个爆豆，青苔，青苔，哇，感谢感谢，拍照吗？等一下，接受老板挑战，虽然中途数被瞧不起，不止一度吧，不过还是很享受这种被瞧不起的感觉，希望以后都可以被瞧不起，好像要修个容。在边录音，喜欢分享请给我赞，也别忘分享这一遍。好，记得订阅，我爱上那个样，最终最新趣，最好分享我们最爱的小香，可以拿到下方充电座。好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